煮的这个小饺子，邻居今天拿的，还有这两袋米饭也煮一下，那种 creamy rice，ready rice，准备好的米，creamy 对，奶油的 creamy your cheese，奶油化你的奶酪，with vermicelli 什么意思？这个两包给它煮上了。然后这个小饺子是这种的 slowly braised beef， 慢慢的炖的牛肉，在这个传统的西红柿和红酒 bolognese 什么 style，bolognese 不知道 ，bolognese 不知道什么意思 ，chef crafted 厨师工艺是吗？古经典的意大利牛肉 bono。Bolognese 是什么意思？饺子吗？自然的牛肉，没有 no antibiotics， 没有抗生素 ，anti 是抗 ，bio 代表生对吧？抗生素 ，no added hormones， 没有添加荷尔蒙 ，vegetarian fed 蔬菜喂食的 ，no animal byproducts， 没有动物的副产品。精装外物如何？邻居有点。嗓子哑了，有点上火了吧？是，也得注意身体。啊，感谢感谢啊！我现在准备吃芒果，吃芒果，老软的芒果打皮吃。这边在煮着，之后我想把这个西兰花也给它洗洗，之后给它煮了吃，对吧？西红柿可以生着吃。嗯，欧了，欧了，感谢感谢，感谢邻居啊！啊，现在是12点多了。隔壁来了会儿没在呢。